这是一个太阳能的路灯，人体感应的，天黑自动微亮，人靠近时全亮，外壳是塑胶的，背面是太阳能板，前面有一个感应器和一个开关。现在开始拆，看看里面的情况。这个太阳能板是用胶粘上去的，用螺丝刀可以撬开，可以看到里面的电池、灯板和一个控制板。太阳能板连接着控制板，这是一个 N32650 的磷酸铁锂电池，上面的电池和灯板都是由这个控制板来控制，控制着充电和放电。灯板是铝基板做的，现在拆开的是控制板，整个灯具的核心部件，上面有一个开关，还有一个控制芯片。当天亮时，太阳能板感到光线之后，灯就会微亮，同时太阳能板会给电池充电，只要有阳光就会有电充进去。当天黑时，太阳能板没有光照，灯就会由电池供电，自动亮起来。当没有人靠近的时候，灯的亮度只有 30%， 当人靠近时，在10米的范围内，灯的亮度就是 100%。 很实用的一个灯，可以装在院子里面，不用接线，安装比较方便。